真感谢你，给我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。啊，不过我辜负你的期待啊！拜托你，庄君在一路上会斗三工，甚至是艾弗利开发新产品的心血，拢给我毁掉啊！我真正感觉就是嘞。阿公，你先听我解释啦。原本已经做好的问卷，无遮尔少。 嘛，不只你落伞，迄拢是因为。乡里长讲的是结果，不是过程。总统的，这个道理你应该知影啦。啊，不过吼，我感觉这嘛袂当怪林子彤呢。至少伊有做问卷啊，嘛是有甲阿祖讲的话放伫咧心上啦。啊，不过吼，伊应该是想讲，有漳州你家听，就免伤过认真啦。 真正就无猜阿祖，你予伊这个机会，阿祖吼，你应该感觉足失望的吼。虽然问卷调查无够一千分，啊，不过也是会当统计出来满意度啊。子彤，你满意度是偌济啊？照目前问卷的数量是97%。那你在我看来，达标啊？等下吴依林，你放水敢有伤过严重啊？ 刚好是一千分的，才加200分的，啊无加那200分，有可能拢是无满意的，互因抽起来，加做无做，那会当那就达标啊？我再讲，林子彤这条线是江总的牵的，啊，即摆不管乱糟糟，江总啊，你是不是应该家己辞职，你是负责？ 应该负责的，我袂投票。啊，不过若是有人出后步影响到结果，这个亏我吞袂落。人咧失败时阵，拢会找一个理由甲借口来替家己辩解。你如只讲出后步，这应该就属于有被害妄想症哦。好啊啦，唔免甲因讲遐济啊啦。 当起后，我会叫靖宇写一个声明稿，就讲爱福利要终止，甲同知心合作。我实在是太小阿姨感觉足无奈。当初时吼，伊是感觉甲林子彤足投缘的，才会甲这份订单互伊做，想袂到好心去互雷金。 人根本就不会带两这份情嘛！你这好查某囝，也搁这好囝婿，到底做什么代志？啊，来来，你看这，你看这，嘿！你这个过去网红哦，想要想去烫花哦，你是欠骂的啦！喂，吴英，你真正是哦，李翔啊，你们两个啊，真正我是超过的，安那？ 我知了，你有去报警啊！吴英，你莫想超过哦，想超过的是你啊！吴英啊，你真正是哦！我，你过来，老凯哦，你也真有才调。 你叫做乱啊！我就让你看卖什么叫做乱啊！啊，你这叫做乱啊！啊，你这叫做乱啊！啊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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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嘛袂伫个人来人往的街路，互遮尔侪人劈掉，造成短短时间2000多人的询问奇迹啊！所以严格讲起，同志心会当通过考验，都是因为恁。那个时阵啊，我就烦恼啊，两个少年人啊，去做治疗，
一定会扣刁难嘛。所以啊，我就派人啊，伫后边。哦，家仔，那么就真要恁去冤枉啊啦。哦，等一下嘞，多谢你。阿祖，我是你的干阿孙嘞。你不要跟我斗三工，你等到去斗三工外人。阿狗，伊这个假孙啊，你你讲对？对啊，阿祖，你叫人偷偷给阮录音啊！你拄则搁假点点，即摆阿叔用这个影片给阮洗面，无啊？你到底是阮的情人，还是冤仇人啊？阿狗。人拢咧讲血浓于水，你安尼一直替外人咧讲话，你安尼出骨骨粗无骨力，我实感觉足失望的。妈若是知影，一定会足伤心的。你是讲啥话啊？啊！我跟你讲啊，我会说完哦，别安尼哦，是非不分啦，真正是哦，上不正，下下歪啦。一日一日拢不是光，凯妹，你莫搞动啊！恁的行为哦，真正是下死下贱啊！家己做唔到代志，我唔知影反省，还搁在我面头前跟我张。你等下哦，你陪我去上街一道，我要来搞分析的。我伫清波的啊，细碎啊，拢是安尼唔是惯的啦。恁哦，上好哦是家己辞职啦吼，安尼家己去面对啦。系啊，假使阿公真正去武家，把代志拢压压开，那呢我甲伊唔得阮死的话，阿祖，你安尼足无公平呢。哎呀，好话啦，咦，你家己做个见笑呆，那有啥物面要求公平啊？紧嘞！搞回事嘞！啊！你还跟我跟林正宏回事嘞？对啦，你跟凯宏两个人拢在搞人回事嘞！你还跟我跟林正宏回事嘞？对啦，你跟凯宏两个人拢在搞人回事嘞！较紧嘞，搞生意。林正宏，对。是嘞。虽然讲大家拢看会出来，恁两个毋是真心咧甲思彤认识的，啊，毋过思彤嘛毋是迄种会找人麻烦的人，所以我奉劝恁两个，卖靠说恁有淡薄仔款势，就想要共压落底，因为安尼就好亲像傲甘仔铺伫人面，证明恁就是欺善惊恶的小人。好啦。啊！即摆哦，童志新哦，甲国际喜剧哦，会当啦继续合作。啊，你的任务就算完成啊嘛，哦，啊，你是不是会当转去你总经理的位下？总军原本就是总经理啊，敢毋是？哎，伊就替你抱不平啦，所以哦，伊甘愿哦牺牲伊总经理的位。来争取跟你的合作，阿公，你即马讲这是要创啥啦？原来中军为着听话，做出这么大的牺牲。好啊啦，你还为着要让我笑，就讲这么肉麻的话啦？唔知啊，人我叫时光，你是在把我告白嘞？我就是向你告白，因为我喜欢你。所以我愿意为着你，不顾一切。我是看你一人外年过来行过来，不管你的人生外年坎坷跋倒偌济，该你拢无放弃，等到真勇敢去面对。我就是欣赏你，我认为你是全世界独一无二，是所有的查甫人梦寐以求的好查囡仔。不是，我不是。
你明明就看过我迄个未见光的相片啊！是倒一个正常的查囡仔，会被骗去翕迄种相片啊？迄也不是你的不对啊！迄是我的不对，你拢唔知啊？迄当阵，阮厝内底人是开偌济钱、偌济气力，想要把遐个相片毁掉的，也毋过想我乌出来啊！遐是连死，拢会阁互乌出来见笑代。我就是介意你这样所有的优点。搁再讲，送无过去啊，我根本就无咧要紧遐。你想要搁摕迄无法度挽回的过去来听话你家己？这话了解我嘛讲过啊，啊，不过结果是安怎，你嘛拢看到啊？你哪会当摕我甲廖凯宏拢笨手比啊？廖凯宏较早嘛毋是笨手啊，伊嘛甲你同款有正义感。愿意为我付出一切啊！嘛是伊让我知影，爱情真正有保鲜期的。可是讲爱情若真正有保鲜期，啊，竟然才牵手一双阿公阿母，因是安怎行过来？我知影你有下袂过的坎，我知影你过去所受的伤，我知影做囝，搁一再付出感情。有可能让伤害不安，啊！不过人生在世，谁过过去啊？梓潼，只要你肯踏出去一步，以后的路，就我陪你一步一步向前走，好不？过去我一直无向你表白，是因为我惊我一旦安尼做啊，你就会走去，会闪飘我，哎，我无多去见着你。啊，不过嘛，无介这款无清无楚的互动，因为安尼只让别人误会搁较深，甚至。会让有心人士看到空房去宰人。好，我就直接问你一句话：你敢会讨厌我的存在？当然袂啊！安尼好啊，可是讲，你若令我伫你的身躯边，参照即马遮尔近，会互你感觉怎难要的？我离你较远。嘛，唔免遮远啦，嘛，敢那是我确诊，你得靠我保持安全距离。啊，既然即马已经决定要有童志新进驻国际喜悦所的饭店嘛，我嘛已经赶登去公司筹备啊，你应该嘛开始无闲哈。嗯，对啊，我爱赶紧哦，甲大家叫登来开会。嗯，那呢，咱做伙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钟俊朗开始就好诶，我嘛有互伊感动着。只是我刚才是搁会当放手起来，